欢迎大家来到环球网校。下面我们学习2022年高级经济师财政税收专业知识与实务预习班的第11章公债。公债的这些特征呀、功能分类、公债的负担限度和结构，有没有可能考呢？有可能考，但是概率不大。例如，有一种命题的形式，就是让你算一下公债负担的相关的指标。然后呢，再回答一下有关公债市场的构成啊、功能啊，特别是我国政府直接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还有如何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这些都是比较敏感的知识点。同时，啊，虽然20年、21年公债呢都没有命题，但我们在新冠肺炎期间，国家呢发行了特别的国债，并且呢公债本身啊属于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用国债来代替公债啊。实际上公债呢既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券，也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券。比较有利的财政政策的调控工具是国债，也可以用公债。所以呢，有可能啊考核关于国债，特别国债的实证类的主观题。对于公债的功能，我们要着重的理解。那公债的功能啊，实际上和啊财政政策工具啊是紧密相连的。后面呢会给同学们讲这个点，特别是在精讲班里面，对于公债的功能，对于各类财政政策工具它所具有的各种功能，以及各类政策工具如何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我们都会大讲特讲。不但要求同学们理解，而且还要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呢精准背诵。在预习班里面，我就给同学们讲这么一个点：公债的发行管理权限。在公债管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哪一级政府可以发行公债。理论上，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每一级政府都可以发行公债，但是我国并没有让啊赋予每一级政府发行公债的权利，只是下放的什么省一级的人民政府可以发行公债。对于公债的发行管理权限，要求同学们全部精准背诵，特别我指出来的关键字关键词要求同学们精准背诵，其他的内容啊适当的扩展就可以了。是否授予地方政府以公债发行权和相应的对自己发行的公债的管理权，是公债发行管理权限确定的中心问题。公债发行的或者是公债管理的权限的确定的中心问题是你能不能够发行公债，你有没有资格发行公债，也就是是否授予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权利。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公债分为中央公债，也可以称之为国债、地方公债和准公债。准公债呢，就是国有企业发行的债，还有政府担保的债。一级政权，一级财政，所以呢，啊，任何一级政府理论上是都可以发行公债。一般认为地方公债的发行管理权限可以扩展到县一级，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采取扩展到县一级的这种管理的权限的划分。最早是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但自2014年起，这个时间不用记啊，我国对预算法进行修订，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2014年预算法对地方公债发行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参照2021年的那道题目，我也可以给同学们出一个案例，
说哎呀，这个某某省级人民政府啊，发行了公债啊，用来建设办公楼了，用来给公务员发福利了。问发行的公债这种啊用途违反了预算法的什么的规定，那你就答这些内容就可以了。2014年预算法对地方公债发行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这个你可以不答，但是对地方公债发行的规定后面的几条，特别是变色的几条，你尽最大的可能精准背诵，一字不落的背诵。像小括号一，要求同学们全部背过。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除另有规定外不列赤字。原则上让你发不发公债，不能发公债你得量入为出啊，有多少收入你就花多少钱呀，不能去借钱呀，这和我们平时过日子是一样的。再来一遍，地方各级预算要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除另有规定外不列赤字。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须的，你答题的时候你可以答上，经国务院批准的省级人民政府的预算中必须的关键字，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不要小瞧这几个字。一，这些公债必须要经国务院批准；第二，级别省级预算；第三，建设投资的还不是建设投资的资金，是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规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批准，规模由谁来批准，能不能自己直接省政府通过就发行了，不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哪里去，省级人民政府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还要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够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我们没有必要区分什么是经常性支出，什么是公益性的资本支出，但我举的几个例子，例如建设办公楼啦，给公务员发福利发工资了，这种属于典型的经常性的支出。但是如果用来修发电站了、修收费的高速公路了，这些就属于公益性资本支出。除上述规定以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的方式提供担保。随随便便出个案例，哎呀，某级政府啊，为了救活某一个房地产的开发企业，然后呢，他就对外提供了担保，有没有违反预算法的规定？有啊，我今年出题我就可以出啊，河北省的某幸福啊房地产开发某某吧啊某某房地产开发企业陷入了债务危机，河北省政府呢就对他进行了担保，行吗？不行，违反了政府预算法的规定吗？违反了。违反了预算法的哪一条，你就可以把它给打上。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
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现在官员不好当啊，是有责任追究制度的，永远你负责，这个比较害怕。国务院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监督，因为地方政府债务目前是不是只能够省级发放，所以呢监督的只能是中央，谁呀？国务院的财政部。就这么一点点内容，同学在预习班里面我就给同学们出了一个知识点，公债的发行管理权限，我希望同学们把它精准背诵，真的有可能考。刚才我举的这例子你就可以答的，这个概率都是有的，并且2021年的时候出了类似的题目啊，给你个案例，就问你违反了预算法的什么规定。有同学认为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所以各级人民政府均可以发行公债，请根据预算法中对公债发行的管理权限反驳上述观点。预算法对地方公债发行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我就不再给同学们念了。故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确确实实是啊，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但不是各级人民政府均可以发行公债，核心要点答上就可以，没有必要全部都答上啊，一字不差的你背下来，我们也做不到，只是你在背诵的时候，刚刚开始学的时候，我是这么要求同学们的。在讲义里面已经通过变色啊，或者是有下划线呀、啊、给同学们指出来了，特别是变色的有下划线的这些内容呢都是比较重要的。好，同学们，公债这一章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